这边我来一个鬼超，把钱打得一干二净。臭臭地精，在只有海盗可以客家的局，不知道表现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可以升六的局啊，玩臭臭地精准没错，因为你很快的就可以用龙族来客家了。保持警觉，小心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。精打细算的交易，这个可以赚钱，这个可以赚宝石，那有趣了，选一下吧。有钱也不能升级哦，那你这么说好像是哎，那就做战力吧。听一听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除非你要把钱存到六费啦，有可能办得到吗？这个钱要存就要一度存到六了，存到五六，至少要五星，五星开始才会有用。那我还是控血好了，直接拿场面控血。这张必拿。这一张免费，反正待会就三星了。我有一股金牙，我有金牙。一号位破个盾好了，准备三星旅店。这个局是每两回合自动升级，然后有一个限制，就是你不能按这个按钮，但是它自己会升。加赛减个一啊，减个二吧，都忘了扣，不能过六百啊！大家加油，疯狂加赛。随时被我这种策略。这个节奏我原本以为也是会让节奏变慢、欸、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然，节奏其实蛮快的，六费就升三就可以买三星卡了，所以严格来讲节奏并不慢，或者是说它可以让每个人的节奏都是一样快，我觉得差异是在这个部分。这张我肯定是要拿的就出，那这张卖掉，耐心继续放，眼睛拿下来，全部贴眼睛。这种局我觉得在节奏把控上，大家会比较一视同仁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偷发育啊、升级啊、干嘛的，所以还蛮适合就是对节奏把控还没这么熟悉的玩家，因为你就完全不用考虑什么时候要升级啊，什么时候要干嘛，不用。反正就是钱打干就会了，就对了。每回合的钱你就尽量的去打干净，反正也不能存，对吧？唯一能够让你偷发育的就是买一些客家手段的牌啊，然后一直卖血这样子，比如说时间救星，又或者是客家海刀。但是你要存的非常久，真的要存的非常久。别打眼睛，停手，你回来了，太幸运。由于还是不能升级，所以我就是只能就是买就对了，看到还行的就能买了，还行的，这一张就扔了吧，没野兽，宝石不赚白不赚，因为真的没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干。这只猪没有地方拿，待会真的变成猪再说啦，我现在太急了，不适合拿。你真的有一天变猪了，我们再来说。三对牌，三对牌加两个耐心，一个耐心已经是四了，打掉他的关键了。没这个攻击力加成，你应该就是一团破铜烂铁了。哇，这个打人有点痛，但是一颗宝石都拿不到。哇塞，减十五。那也只能合了，因为你也存不了啊，也只能刷，那你先刷好了。你买这个只是把钱放到下一回合，其实也没什么用，因为这把也没鱼人，所以一直叠战猴也没意思。这个是一张牌，一块钱加三，可以精准的加在眼睛上面。
两个有耐心可以继续挂着吧，因为这个有耐心还算是蛮可以操作的。那有同虚了，那这把吃鸡了，四星放到五星吧，把三星的开掉，拿到这一张。那放到五星会比其他人提早拿到五，可以放。精打细算的交易。埋葬师傅，迷失过往。会不会做的太鬼了？他们可能要裂开了。想要我的天赋吗？这把我大胆断言，已经华丽谢幕。当臭臭地精拿到了同虚，而且还是在这种大家没办法生物的局，对，100%我一定是最快拿到这张牌的人，因为已经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拿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先把他破个冰，直接把他干掉就好了。游戏节奏爆快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刷，因为现在就是存不了钱，没办法按这个按钮。这个可以抄到6，可以先抄。红绿珠加减，这个可以存钱到下一回合，所以可以拿。这个也是同理，可以把钱放到下一回合去。这个可以赚钱，所以可以立刻拿。那我推荐的操作是把这张卖回去排池，然后把这张牌打掉，然后出一张硬币。拿一张这个，但先不要出，下回合等着升级。这样子即可。这张应该是不用拿的吧？拿着好处是刷牌有6啦，但是坏处就是好挤。这张可以开6了，真的用这张开。接下来就只要去拿一些资源型的打法，不停的灌资源就行了。这个人好强哦，他居然还手了。下回合有多少钱呢？分5块。先看一下这张6，没有纳迦哎。应该没这么难找，我就甩一点娜迦出来玩，然后转娜迦。忘记点在那个上面了，先这样吧。我的赢面比你大，太多牌了。最后真的会赢。这回合20块钱打干，然后等等再做一波。那这边理论上就是一拳一家了，一拳一家。然后眼睛有点难卖，有点实在太大了，你应该不太可能卖一个60的怪。做了一波大转正，其实这种转正就是最难的地方。
那我们做的超大一波。插座可以有光盾，但是如果要养神龙，这个插座就不好用，所以我不是很推荐。这是献给艾萨拉的礼物。我见识过真正的忠言。现在资源无限，神域宝石也是无限，各方面都是无限。我会努力的，就快乐打就行了。这个不用三合一，就出出就好了。就这样子拿，红须嘛，财富自由嘛。简单操作，快乐操作。啊，有红须可以继续拿。超进化，因为我其实实在是很有闲，拿一下。强大的战力。朝着地球的蓝鸟。其实那个纳尼养，你想要养一下也行，是无所谓。乃生存之道。哇，钱好多，还有20秒，钱居然还有，还能继续花。我就好牙的呢。下回合存18，所以是28。YYDS 吧？那你好牙。对面是有点魔力体系，我把贵的牌都放在最后面，力求的就是一拳。眼睛宝石身上其实没有到很多，32颗转出来卖掉。他还是有6次聚合体年在他身上，可以把他转出来卖掉，看看要转去哪一只神龙。指挥官，但是你得改进杀绝。六星旅店的、欸，欢迎来到六星旅店。这个诺有神龙，点一发就可以用了。这个免费赚，那加三合一宝石转出来。这是献给艾萨拉。收割机很好。那太好了，是收割机。装置完毕，收割扫起启动。一手交钱，眼睛还是好大哦。找一个贴片类的给他贴。去无存精。每回合都这么忙是正常的吗？宝石，这都没用。希望这个小手下能派上用场。这个可以顶一五。拿下来扔掉，接收割机，收割机有东主，时间在这边打干了，买这张等于没赚，不拿。神龙来了，我变成神龙，天天爆，造法，挑战我就是挑战大。哇塞，还能给神龙哦！红须留着，炸鸡可以撤啦。海螺，海螺，YYDS。时间打干了、欸、然后跟上一回合一样又加18，所以一样是28，厉害了，都一样，还从小战到大，29血怎么样都是稳的，而且我不认为机械打得过来。最后决赛呢，大概是这个海盗啦，就是有2家海盗来打决赛。金蛇法可不可以吃鸡？
你们就告诉我吧，蛇法它行不行？降最后一只，没降到。就是在有无限财富之下，然后一堆宝石，然后刷来刷去。然后待会神农再翻倍，可以拿的牌是贝壳、小母猪、海滩猪，然后各种可以赚钱的牌。那龙族有偷牌龙跟小肥龙，三合一了，你敢信？先把两个神龙打上去，跳四只，然后再把神龙合起来，这样子场面是三个纳迦，对不对？再出一只，四个。完美的四个纳迦，那前无限再配合这个，有点舒服啊。无限钱，无限宝石，哇塞，三合一。那其实这只可以丢掉。这么多纳迦，你感觉效率很高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普卡蛇法也就那样。大机拿一下哈。那由于有宝石，那我就随便拿一下这个。反正也加很多，然后全部贴神龙，上面有宝石可以继续贴，怎么那么好玩？钱不拿，哇塞，这是什么财富自由三板斧？纳迦族新次三板斧吗？我可以这么说吗？前所未见的三板斧体系，前所未见啊！这嘲讽不太好打，打在铜区上面。道法拿一张可以点在这边，然后最后一盒就这样子，刚好四个纳迦，帮帮帮帮，多哥鸡就是吃炸鸡然后蒸发的货啊！你们没看清吗？欧歌姬就是吃炸鸡，然后消失。边边都摆垃圾让他回，都这个都是计划好的。感谢我们夏英玩英雄战场才开始看口军的，恭喜口军当霸，我们现在有霸之力啊，感觉好像有点厉害啊。这种局第一次玩出来，就是蛇法混了猪队长，因为这两张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在一起存在过，甚至说蛇法跟也那个猪队长啊，都是有点被时代淘汰的东西。没想到这两个东西一加一大于二，有人想过吗？这个牌一加一是大于二。这我没想到啊，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亮灵光盾，那就满盾哦，盾盾健康，还可以再打一发，透在这，所以永远留一发，宝石可以强化。这边不用拿，尽量拿一些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，这只我不喜欢。这个好香，收割机不养哦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我都不给收割机，因为我刚刚跟大家提过，默认吃炸鸡。红须就不合了吧？你吸引了众人羡慕的眼光。作曲家就是刚烈嘛，不行。这个想法很棒。两百、四百、八百，哇塞！就这样子，冰冰冰冰就给他弄出来了。我看神灯精灵海盗，你是打不了啊！海盗打海盗，然后他是比较强的海盗。不用手下，歌姬还是要留着。哇塞哇塞，停不下来，先做这一张。
就无赢的呢。道法流的 UB。哈，果然卡宝石了，太多。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点。什么只拿一张？哦，这个是水母发现，所以只能是一张。有造法就拿造法，然后找一个亮灵。这个没钱不拿，我没时间了。有一个那个那可以点，有一个那个好忙哦。随便搞一张防个扩散，应该一拳就死了。447，我是1400。六号位防扩散，然后一号位去吃大鸡，一个神龙就直接给他收了。看到了吧，海盗算什么？这年头海盗是被各种欺负啊，是不是？看到了吗？该投奔这个我们猪队长神龙了吧，神龙队长，这个体系可以啊，聊天室跟鬼一样，而且是忙到不行耶，真的好忙哦，抓的超过瘾的啦，一直刷。这个是臭臭地精玩起来会特别强。那其他英雄有没有机会玩？有，其实也有，因为说你也不一定要有三个娜迦啦，你娜迦可能少一张，又或者是收割机少一张，把这张换成侯爷，你一样还是有那么多自由的手段，又或者是你可以更多的猪队长，那就会有更多的宝石。新娜迦三板斧，这个应该算是娜迦还是野猪啊？娜迦吧，娜迦三板斧参考一下，不错不错。那这局的异变是免费升级，所以钱比平常多。臭臭地精在这种局非常非常强欸，我跟大家推荐。为什么臭臭地精很强呢？因为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买怪，然后买怪还会还你钱，但你平常按升级旅店是拿不到钱的。臭臭地精就是买越多卡片回扣就越多。那如果说迷你轮限制所有人都不能升级，同时还能够帮你免费升级，那你是不是就放大了臭臭地精能力的效果，简直绝配。